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，改编自起点中文网的《大奉打更人》，作者卖报小郎君，演播头陀渊、大斌、丸子、小桃红等等等等等，好多主播，后期制作小太阳，欢迎您的订阅。第387集，挑战银锣。他观察了许清安很久了。这个男人是个不错的猎物，首先是模样俊朗，五官精致如雕刻，双眼如含星辰，炯炯发亮。高高的鼻梁和浓黑的剑眉搭配硬朗的脸部轮廓，一股阳刚之气扑面而来。此外，更令他在意的是许清安银锣的身份。年纪轻轻坐到这个位置，不是自身天赋过于优秀，就是家中有手握实权的长辈，不管哪一种都值得他结交亲近。还未请教大人高姓大名。许清安，姑娘芳名蓉蓉。蓉蓉姑娘啊，有排号吗？好名字，天仙似的名字，搭配天仙般的人。蓉蓉姑娘眼嘴娇笑。奴家还有一个称号，叫销魂手。许清安放下酒杯，反复打量蓉蓉姑娘，后者被她赤裸裸地盯着，她也不在意，反而挺了挺腰。久仰大名，许清安心说，老子这是走了桃花运了吗？早上刚听二叔说过京城最标致的四位女侠，中午就遇到了。他放下酒杯自我介绍，原来是销魂手蓉蓉姑娘，重新认识一下，本官许清安，家叔在御刀卫当差。销魂手蓉蓉一听心里有些失望，御刀卫虽然是京城五位之一，但是职务决定了权力，算不上显赫的衙门。但许清安下一句话让蓉蓉姑娘改变了认识。当年曾经追随在魏公麾下，于山海关战役中屡立功勋，正因为这层关系，我才能在打更人衙门谋个一官半职。玉王是我的世伯，与我父亲相交莫逆，父亲大人是伯爵，可惜去得早，没能争取到世袭罔替的资格，到了我这里就只剩一个小小的子爵。叔父是魏公的亲信，父亲与玉王相交莫逆，自身即是银锣，又是子爵。蓉蓉姑娘愣了愣，美眸一眨不眨地凝视许清安。她早听说京城勋贵如云，随便碰到一个家伙，家里说不定就有当官。可是官再高，有魏渊高啊；身份再高贵，有玉王高贵啊。一时间，蓉蓉姑娘愈发热情。前世因为应酬的缘故，他没少出入夜场，撩拨这类女人得心应手，倒不是缠她身子，许清安呢只是怀念当初的感觉，偶尔说一些荤话，调侃几句。这位自称蓉蓉、绰号销魂手的妩媚女子也不会生气，换成良家女子早就红着脸啐地呸登徒子，性格刚烈些的钢铁直女 24K 钛合金巴掌已经呼上来了。这时呢，蓉蓉看向擂台，似询问又似考教地说道，许公子觉得这两人谁输谁赢？自然是那位使剑的少侠。许清安没有犹豫。哼，傻子也能看出来。老阿姨冷哼了一声，刷了波存在感。那位使剑的少侠从头到尾都压着十斧的汉子打，闲庭信步，剑法精妙，时不时地引来吃瓜群众的喝彩。练气境以前，实力高低看的是体格，十府的汉子不管气力还是体格都在使剑的少侠之上，可为什么会处在下风呢？那位少侠剑法就是花架子。老阿姨没搭理，但悄悄地竖起耳朵，我猜是个演员。许清安揭露事实。演员？蓉蓉没听过这个词儿，就是逢场作戏。许清安解释，蓉蓉恍然大悟，佩服。原来如此，许大人目光如炬。
说着眼神里配合地流露出崇拜。老司机了啊！许谦也没拆穿，配合着露出得意笑容。蓉蓉姑娘气息深厚，含而不露，不是弱手，肯定早已看穿擂台上的伎俩，也就刁蛮的老阿姨还没看出来，对于许谦安的话将信将疑。这时擂台上的少侠一剑割开汉子的斧头，飞起一脚踹中对方胸口，汉子手中大斧脱手飞出了擂台。这之后许久没有人上台竞技。我吃饱了，荷包还我。老阿姨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，瞪着许七安。许七安假装没听到，他也不纠缠，只是看了许七安许久，一言不发地起身下楼。哎呀，背影其实不赖啊，仅剩的那名铜锣感慨道。说完他发现自己遭许七安和蓉蓉姑娘鄙视了。小伙子，是不是自幼缺母爱呀？许清安拍了拍小铜锣的肩膀，接着伸手入怀中摸出了浅绿色荷包，打开一看，一锭锭黄澄澄的金子。吼，还真是黄金呐、啊！铜锣瞪大眼睛露出狂喜之色。大人，发财了，发财了。许清安系好荷包的穗子，这种不义之财就别惦记了，轻轻一抛，把荷包丢出楼外。紧接着楼下传来女人的尖叫声，荷包正好砸在老阿姨的脚尖，她蹲在地上裙摆散开，眼里含着一包泪，一边呲牙咧嘴，一边恨恨地抬头瞪着二楼。大婶儿，赶紧回家吧。许清安善意提醒。老阿姨咬了咬唇，捡起荷包一瘸一拐地离开。许七安依旧和蓉蓉姑娘过招，双方致力于把对方养在自己鱼塘里。这个时代的渣女不要太多，他们喜欢卖弄风骚，然后把青年俊彦培养成自己的裙下之臣，这种女人就是古代版的绿茶。许七安好久没碰到渣女了，乐呵呵地陪她过招。大概一刻钟后，擂台方向忽然传来怒吼声。许七安，大爷滚下来。咦呵，许清安茫然地朝外张望，看见一个穿着粗布衣的汉子站在擂台上。此人身高八尺，络腮胡，双眼大如铜铃，傲立在擂台，气势雄浑，纵使是看热闹的百姓也能觉察到这位好汉的气势，与之前那位江湖侠客是不一样的。许清安有些莫名其妙，心说你他妈是谁呀？许大人识得此人？蓉蓉抿着烈焰红唇，忌惮地看着汉子。许清安摇摇头，不认识。那就别管了。蓉蓉柔声说道。此人体表神光闪烁，是铜屏铁骨境的高手，许大人自然是不触他的，但周围都是百姓，交起手来恐伤无辜。这话说得委婉，给许清安留了面子，但蓉蓉心里知道，十个许清安恐怕也不是那位高手的对手，毕竟他是靠着祖辈功绩才当上的银罗。打更人银罗许清安，给大爷滚出来，磕头赔罪，不然大爷今天捏爆你的头。汉子叫嚣道，哗的一声，围观的百姓和江湖客们哗然起来。原来那许清安是名打更人，还是银罗。豪侠台建立以来，终于出现一位江湖客要挑战衙门高手了。对桌的少侠们先是一愣，而后迅速回过头看向许清安，他们脸色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幸灾乐祸。出来叫爹，跪下磕头，否则老子天天上台来喊打更人阴罗徐西安，儿子快滚出来。汉子中气十足的声音传遍全场，周围的酒肆茶馆里涌出了一大群看热闹的客人。本集已经播讲完毕，
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在喜马拉雅搜索头陀渊讲故事，谢谢。